主料水方海参两个，辅料香菜、细香葱、红辣椒、胡椒鱼酿酱油20克、鱼露5克、葱油10克、绵白团5克。准备时间10分钟内，制作时间10分钟内。主料水方海参两个，辅料香菜、香葱、红辣椒各适量，调料胡椒鱼酿酱油20克、鱼露5克、葱油10克、绵白糖5克。海参切成 0.5 厘米圈状，香菜、香葱、红辣椒改到芥末备用。将海参圈与香菜、香葱、红辣椒末置入一容器中，加入辅仁鱼酿酱油20克、鱼露5克、葱油10克、绵白糖5克，充分搅拌均匀即可食用。烹饪技巧一：这道菜千万不要加醋，加了醋的海参不但吃起来口感味道均有所下降，而且由于胶原蛋白受到了破坏，营养价值自然也就大打折扣。二、辅仁鱼酿酱油和鱼露的独特鲜味是提升这道菜档次的重要激素。如果喜欢本视频，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。